他去找你了，不要怀疑。找谁？找我吗？没有啊。商店有一队，商店有一队，我可以干他们吗？有一个去商店，然后一个直接往下走。他上来了，我想又想，来了，他是又往来上了。走吗？他是往上走。你这我是没看到啊，现在。那里还有一个，里面还有一个。跑进去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吗？有人去救他了，有人来山顶了，好像有人来近点的。我说好像。我不到啊。就不到，但打掉就很爽，你不觉得吗？哎，那是什么？不是，完。都下去了。对。是谁？我脚步，我脚步，不用会，那个好像六级。这边还有人吗？我想去舔包。对啊，死光了吗？问一下，死光了。对，那我怎么又是200发高爆啊？只有两个人进来吗？我听两个脚步，那就是两个，两个都死了。ここに集合して。那个什么都没掉。我一直以为我引到 BOSS， 我想说 BOSS 是没在动。那、啊、你要听我刚才发生的一件小插曲吗？嗯，我现在坐在一楼玩游戏，然后呢，门口突然来人了，他拿着他的钥匙开门，开了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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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开不了，结果我就走上去帮他开门，我把锁打开了，我把锁打开了，然后我没有把门打开，就是锁是开的。我就回来玩了嘛，然后他就继续拿着他的钥匙一直开关开关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好恶心！哎，好，好我以为我走上，我以为我走上去帮他把锁打开，他应该看得到我去帮他开门啊。我觉得很恶心。结果你这把门打开，锁打开困难吗？没有。我帮他开锁，他还要嫌弃。那他知道我说什么吗？还是他不知道？他没有，他不知道，知道他就不知道，应该是。他不知道怎么发现。我这里好像有脚步哎，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。你等会我就知道了。他在打了啦！没事，他会以为人在这边。但是我直接冲进去，我不管了。卡了，我宕机，我宕机。又好了，拿去。
打死了没？怎么还？跑来跑去啊！啊，这人他往下。我觉得我今天跟独眼蛇无极家很有缘哦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刚才是无缘。那个狙击甲不要了。对。干走。这个。没有嘞。没有嘞，怎么没有嘞？我丢的，我丢的，我丢的，为什么乱丢垃圾？我们去哪？我们去弟弟好不好？辐射区他们没有信号枪，感觉会很嗨。刚下去两队，好，成交。你这个不是我丢，有人，真有人。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你要丢的。好、哦，你先打他们呐、啊！等一下，他们要挑衅我。怎么猜也那么准？太过分了！哎、欸，还是在辐射区，辐射区爆炸，这里好像听得到。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就辐射区干起来。包包乱打完了，我给你们啊！还是我刚不是说应该可以？刚不是说他掉了200发？22发，一枪22，加上我带的，我现在有270发哦。不用，这么多。哇！我就一半跟上一把一样，我就扣掉那个，扣掉那个叫什么？扣掉加密箱的一半给你啊！不止哎，真的哎！啊，那队晚来的那队被蹲了，真的呀！有人，有人，榴弹！再一发榴弹，他应该就没。再一发，再一发，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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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弟，哇！为什么轰不死啊？怎么轰不死啊？六级甲那边蹲人蹲屁呀、啊！黄 不是为什么六级甲要在那里学别人蹲人？好玩，你知道他自己？我会觉得你好可怜哦。知道他六级甲怎么来的吗？就是这么来的。他六级。好，不用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把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没有12点。
他是这样说。他们很阴呢，我都已经直接流弹栽他们脸上了。为什么？那、啊、为什么他们血那么多？我有我还让你的武器架掉了。我觉得我之后有带一个护身符好了。